陈总，你好，在公司吗？哦，有在啊，我到你楼下了，我就过来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等会儿见啊，拜拜，拜。邱总啊，你好，我是特地介绍这个三奶结构的刘建。啊，来，郑和实施上海协作从2012年开始，那我这里过来是，就是每2年一批，我这是第3批。听朱叔介绍我们这个，我们的企业哈，跟这个主要是农业这一块，那农业这一块跟我现在有什么东西，我们郑和可以跟我们这个企业做一个很好的结合。我们还是从公司加农户的这种。当然农业可以屋前屋后也可以自己种的，对吧？种树这个反正问题不大。也可以美啊，也可以带来景观，也可以提高一些收入。而且他割这个枝叶呢，不用每天都去割，15年到20年来砍树。给它那个格子网格尽量弄方正起来了，自然的这个状态啊，把它恢复最自然的这种状态。然后紫薇也是我们实施去年的选择这个市花啊，我也是我们郑和的一个现花，这个拉到这边过来了，我们要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这个就实施的市民也好，来这边游玩的这个民众也好，最美好的一面也要展现出来。G528郑和方向右转，进入528国道。之前啊，大约2018年、2019年前前后后到郑和来了10几次，这一次呢，主要过来看一下这个今年新发展的一个农户啊，这个种的油樟，看看情况怎么样啊，因为疫情嘛。啊，之前年初的时候把苗提供以后呢，就是通过这个手机视频指导他种啊，啊，所以呢他说种的还可以，今天专门过来看一下。那个话的重点问他到底吗？对，快进的植物是吧？那他可能我们种这个呢，就是一亩大概本来可能种个170-180棵左右，然后就每年就砍一些枝叶提个油，这个桉油量还是比较大，桉油现在外面这种毛油啊，一公斤也有40块钱左右，因为他说每年砍枝叶不用砍树，树长起来维护也比较简单。老陆这边种了一些，下一步如果要是种得好，我们就想说，以后这个树底下，去养些鸡啊，或者再套种一些药材也可以，可能养鸡效果会好。那现在我们实施来的这几个客商，因为我们现在。下一站去闵辉啊，闵辉去完去品鉴，之后去天华，
万德湖博弈，看一下如果是来得及的话这样走，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就茶企看一家，然后再选主企再看一到两家。可以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今年这种疫情啊，从中央到我们省上，实际上对这个托运空间啊也更重视。如果我建议你们组织一帮采购，你们企业家一起来，这个郑和团购一下，你可以买到好的东西，价格更低。我们强调一下，我们郑和第一个，你这些茶企愿意做的啊，然后你这个我们请我们的茶坊，我们的茶坊中心稍微把一下关，把质量跟价格都摆要先摆到光，然后你们再来品，品完觉得你们就像我们今天搞一个，把郑和前十，就是性价比高的前十家企业都叫来泡一下，你们愿意喝你们自己去对接就行。是有这样的，没错。这是未来能待多久啊？这个有个客商，他说明天会来，下周如果是上半周来，我就等他；如果是迟了，可能要先下去了再上来。要去看爸爸妈妈他们，还没去吧？那晚上去看。嗯、茶水要放点辣椒。嗯，可以，很好吃。看一下我父母亲，去松原。回来我就会去看他们，看他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，啊，有需要我就有时间我就再下去，啊，要买什么，给他买一点。要买？要买需要这个药，好，他，拿两盒来吧。两盒是吧？啊。找一下你最适的品啊，这的品哪个就是你的白品啊，有一条这条就讲那个，这有一条就讲那个了。好。到五哥没听啊？太偏了。啊？太偏没来呀？济南可以。你正面听好，正面好。你济南可以听过呀？今天没有啊？啊，怎么按来去啊？今天就去。今天没有哈？今天个星期天哟。哦，太有那家。它的洋芋香还是很适合啊，种在油脏啊，啊，山清水秀的啊，有水，可能温差也比较大哈。温差大，这个老百姓都说这个油脏在这边肯定不会种不活哈，种不活。我这个地以前是种堆栗的，堆栗老化了，现在呢就是种油桑林，从四月。中水种，这个档次不错。哎，老陆。你好，邱总。啊，你来，你来了，辛苦了哈。好，来，这样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好好好好好好树种下去怎么样？今年种下去成功率不错，是吧？成功率90%以上。现在这个种了，就是四月份种的是吧？啊，四月那个是
16号到18号。是啊。哦。这两天都得下去。是吧？我是只有。你前面有施底肥吗？有底肥，大概这2-3两。2-3两是吧？那中间可能接下来每半年还要施一次肥啊。啊，那我还要就是打造冬天，再过一个月还要收一次。对对对，啊，边上那个草要经常除一除啊。啊，我们店长立稿评估户是55户，我们给他签订了协议，结对子，哦，但是这个技术指导，还有销售，那今年呢就增加了，哦，我们这油樟林，哦，油樟林呢我们种了100亩。我们打算的话是在发展三个村，一个村呢100多亩，大概3100亩，这个也可以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。像我们一个工，这个贫困户要来做，一天是180，哦，是180，这个增加了收入。像我这里，今年的那个油樟林，哦，贫困户也来做了。所以我们今年的话，就受了疫情影响，所以说今年的话是，只有。今年是最困难的，是最紧张的。这万一传过去，我等明年这个树长起来，可以砍枝叶，就有收入了。